他们喜欢。哦，不会，好，蛮喜欢的。哎，听说我们最近留了两首，然后就没收，一首，对，然后两首之后，然后你先转先走了，大师兄先来，大师兄先来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虽然我今年才刚上高二，可是呢，两高二几岁？先确认，不重要，好吧。重点是我在街头表演魔术的日子已经有25年。啊，合理，没错。现在我就带给你们我最得意的表演，最得意的表演。各位观众，现在在我手上的是一个普通的塑胶袋，这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。没错，今天你们可以检查，它算你们6块元。好，没有问题。现在经过我25年的磨练，这个垃圾袋可以变得这么小。我靠！现在这一颗被我变得这么小的垃圾袋，它等一下，它现在将会开始慢慢的自己的变大。谢谢大师兄。不是大师兄这个。太厉害了，我小弟就是刚败下来，没关系。这是警察的那个信封，在那个信封里面是有资料，随便一个那个里面都有号码，对不对？我现在用我这个毕生功力，现在先有请一位自愿的观众，有没有？小弟，到你了，来，你，举最快，不一定有好事。等一下，你来自哪里？叫什么名字？我来自王立环，我叫 OK 蹦。OK 蹦，好，那 OK 蹦吧。我怎么认识你的？我也忘记。那我问你，你现在心里就是想一个数字，不要跟我讲，也不要跟台下人讲，想一个数字，自己知道就好。想吗？是多？没有，不能，对吧？那好，想了一个数字，跟你讲。这个信封袋，我是直接刚刚你没看到从那边拿出来，我什么东西都没写，可是里面我在上台前写了一个号。你们大家要不要直接看我的毕生功力哦？你的数字是不是909？是还是不是？不是，那我很尴尬，不是。那就算不是，我们还是可以看看我里面写的那个答案是什么，好不好？你记住，它的答案是什么？不是吗？记住哦，各位观众，不是，好，那我们就谢谢各位来自福建的朋友。这个小咖小 K 小 K 少一个 S 小 K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变的东西更厉害了，那我们继续看下去。继续看下去，走。